非要经常养，大小不缺氧。欢迎收看由宇宙养肺老字号京东念慈庵独家冠名的脱口秀大会。来，各位看第二题。据报道，中国内地单身成年人数量相当于俄罗斯和英国的人口总和。对于这条新闻，你们怎么看呢？三二一，池子队先开始。我怎么看？我跟我老公一起笑着看。不急不急，国家会分配的。中国是该推出共享女友了。我第二天给我妈报了一个老年大学，人就不能太闲。我说，都是凭本事单的身，不拖就不拖吧。单身成年人的战斗力你们应该有数，所以再次正告某些国家，犯我单身者虽远必诛。他就是找到了中国的单身。啥呀？啥呀？好，再继续下去，后果不堪设想啊。